我都太难了，这个。喺度，手机先食噶嘛，我哋。点够味啊？咩嚟嘅？你讲啊。呢个系嗰个美国极佳雪花牛小扒。呢个咧？呢个咧就系加拿大三美焗翅沙朗牛扒。好似好实咁啊啲肉。紧致，你要讲紧致。紧致，我系觉得佢嘅血水味系真系几重啊，就好香，牛油啲啫嘅感觉。加拿大都系试下美国啊嘛。好啊，等我重温一下呢个。跟住睇下美国呢个嚟。加拿大啦，即系美国啊，加拿大。原来咧，呢一嚿牛小扒咧系美国噶，写喺一个美国嘅加拿大啊。哦，加拿大，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咧？我觉得加拿大同美国嘅牛扒真系唔一样。我自己觉得加拿大牛扒会肉质偏细一啲，即系美国咧就会偏柔软一啲。饮醉咗边个送我翻屋企啊？傻啦，你唔好啊！